现在诈骗方法是虾米拢有，民众可能一无注意就会被骗去。日前伫英华市政中心来举办着治安汇报的时阵，市长就特别先伫会前来颁发着阻挡诈骗有功的银行甲超商人员，来感谢因做伙来守护着民众的心血。台南市治安汇报日前伫英华市政中心举行，会前身为警察局内的刑事人员举行授戒仪式，由市长亲自挂上新的戒指牌，感谢警察人员对治安工作付出甲努力。另外，这次升职的总共有六位同仁，其中三位是从其他县市调来台南市，三位是本市的同仁直接升任，先恭喜他们荣任新职。但是本市的这个治安一向民众满意度是最高的，所以各位的这个肩上的任务也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。那还是要秉持过去的优良传统，零吃案，然后这个努力破案，那能够预防犯罪为先，那这个惩治犯罪也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几档的治安汇报重点之一，就是防止诈骗。这次也针对阻挡诈骗有功的银行和超商人员等等进行公开表扬。李市长吴益泰也表示，诈骗金额为去年五月开始，已经成功阻挡高达4773万元，而这个数字搁在持续增加当中。公开表扬，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，累计金融机构268人，超商157人，这个成功拦阻诈骗金额达到4773万零616元。今年本市成功拦阻成功数仍持续增加，每件拦阻成功案例都能够及时让市民免于被害，让本市成为宜居乐业观光旅游的城市。现在的诈骗方法很多，民众没注意可能就受骗了。市府除了感谢这些阻挡诈骗的银行、超商门市和警察人员的斗三工，也呼吁若是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形，可以寻求警方的协助，避免生活被骗了了。记者林玉娟、庄细成、市政府采访报道。